在1970年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，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。权能时间，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的事工，教导新一代透过神的爱，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。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。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，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。当你信靠神，没什么能够阻挠你。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，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。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，面对什么障碍，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。各位朋友早晨，欢迎收看权能时间，和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的节目是双语广播，除了英文原声之外，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礼音设备，你就能够以广东话收看权能时间。在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，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今日萧伟柏牧师鼓励我们化困难为机遇，他教导我们，事实上每一次的损失和考验都是通往神祝福的途径。即使我们处于困境或者是苦痛当中，向神祈求智慧和知识，祂是会带领我们渡过。所以不要错过任何机会，在经历苦难里面领受祝福。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年，老年生盼望。当我们经历困难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化恶为善。萧伟柏牧师用了所罗门王的例子来到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求神赐我们智慧和知识。当我们以毅力去坚忍，我们的人生就将会更生，更像主耶稣。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所罗门王向神寻求知识，神不单止赐给他智慧，神亦都赐给所罗门王财富、资产、权力、荣耀和成熟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学习所罗门王寻求神的智慧和知识，神的祝福就会随之而来。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年，老年生盼望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早晨啊，欢迎到访的朋友和教会的家人，我们喜欢和你一起，多谢你今天来到这里。很多时我们经历困难，我们祈求拯救，那是好的，但有阵时神想在挣扎中赐礼物给我们，就是智慧了。再次多谢你来到，你是蒙爱的。我们爱你的朋友，我们以祷告开始。天父，衷心感谢你爱我们，感谢圣灵经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作善工。我们单单信靠天父，我们今早早祈求，无论经历什么困难，无论面对什么试炼，无论正坚守什么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。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阿们。
请拧转身同身边嘅人握手讲：神爱你，我亦都爱你。各位请坐。韦柏预备的讲道是雅各书一章一至六节。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问候散居在各处的十二个支派的人，都要因为是大喜乐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生忍耐，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，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，一无所缺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该求那厚赐与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，神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教会的家人，当我们面对挑战，愿我们先想到的是祈求智慧。阿们。Come on.
有大能的天使啊，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。你们一切是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仁慈的神，今日我们向你赞美，我们的创造主、维持生命者、拯救者和恩友，在你奇妙的创意和亲切的存在里面，你为我们带来生命，赦免我们。天父，当我们不相信你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信靠你的时候，当我们独自开拓自己道路的时候，当我们为自己的好处去操纵和毁谤他人，释放我们。天父，帮助我们以你的智慧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主韦柏牧师和家人能够平安回来。神啊，愿圣灵充满他，透过他今天的讲道，恩高你赐我们的信息。我们祈求主，当我们奉献时，求你赐福这些奉献，求你转化这些爱心礼物，用在你的国度，在这里同埋全球。天父，我们这个祷告和所有的祷告都是奉你儿子耶稣圣命祈求，他教导我们这样一起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Your name is victory.
我喺度谂敬拜时，我哋可以做乜嘢？我哋有机会向主表达爱、感激、委身同忠诚。佢对我哋嘅爱系无法测度。当我哋今日喺呢度奉献嘅时候，我祈求喺你嘅心里面，我哋能够为神表达呢份爱，因为佢以伟大嘅爱进入我哋嘅生命里面。当你奉献时，愿神赐福你，请司事嚟到台前。No, no.
多谢你今日嚟到，太好啦！电视同互联网容许我哋喺一堂崇拜里边连接整个世界，我哋真系将你视为教会嘅一份子。我哋非常高兴今日你嚟到呢度。如果你喺二湾区，请嚟到牧人园林长老会同我哋一齐敬拜。我哋想认识你。如果你有仔女嘅，带埋佢哋嚟啦。我哋爱细路仔，带佢哋嚟到。我哋好想教导佢哋认识神。朋友，请咁样张开你嘅手，象征从主里领受。我哋一齐宣读。我不是我所成就的，我不是我所拥有的，我不是别人所评价的，我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这就是我，没有人能夺去这身份。我不必忧虑，我不需匆匆忙忙，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稣，并与世人分享他的爱。多谢各位清楚，我真心相信今日嘅信息系会改变你嘅生命。如果你能够用心领会，同埋尽力喺生活里边实行出嚟，所以呢个会系改变生命嘅信息。如果你听我所讲嘅嘢，但至于第二部分，如果你经历紧艰难嘅日子，如果你喺试炼之中嘅，呢个就唔系可以容易接受嘅信息嚟。我哋今日要谈论，当我哋经历试炼，神可以用嗰一啲试炼嚟到使到我哋改进。每一次嘅亏损同埋试炼，可以成为通向更好的你之门。呢个系古老嘅智慧，呢啲喺犹太教同埋旧派基督教都系根深蒂固嘅。我讲嘅系旧派基督教，因为我哋今日好多时常写教会鼓励别人，系我哋应该要做嘅事。我系一个大力鼓励别人的人来的。我们忘记了有时当我们经历困难和逆境，神很多时尝试在我们当中作善功。我们只是需要容许圣灵的能力去行大事。所以如果你正经历逆境、疾病、财政困难，可能你惹了官非，面对困难，可能是家庭危机，令到你觉得你无力承担更加之多。首先请听我讲，你必定会安然度过，你一定会的，你曾经胜过他们，神会拖带你经过。第二，不要错过机会去接受从经历苦难而来的宝贝。当你正在经历困难和逆境的时候，我们经常问这个问题的，咁有咩意义呢？特别系关于健康、工作、家庭，我哋经常都会问：咁有咩意义呢？将来呢、嗰个会点样呢？咁并唔系我哋应该问嘅问题，亦都唔好杞人忧天咁。假设当而家情况好差，一切都会完结，唔好问咁有咩意义，唔好杞人忧天。反而要求神赐予智慧，神喜悦当我们经历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求祂拯救之前，是先求智慧和聪明。神总是相信，因为你内住的圣灵，当你经历逆境，神就能够将撒旦原本计划所作的恶，或者别人计划所作的恶，在你生命中转化为美善。这些是发生在我们的挣扎之中。我们求主啊，指赐我智慧，主啊，指赐我聪明。你在生命中越多这样做，你就会发现你所获得最精辟的智慧是来自当你经过逆境和试炼。你们很多人曾经有过逆境，很多是可有可无的，但有很多逆境就令到你想，如果非当初的经历，我今日就不会成为怎样的人。神不单止背负我度过，还有在我的心灵、意念和生命上起了变化，永远转化我变得更加好。我认为这就使到撒旦气疯了，就是我们坚毅地忍耐和尋求透過苦難在人生中成長，就好像我們進階升級了。不好意思，這是玩遊戲機的人的術語，是你
透过经验得到，透过苦难挑战，得到了更新的自我，你和住在你里面的基督更加亲近。好了，那就令我联想到所罗门著名的故事。如果你在教会或者在犹太会堂长大，你大概一定听过这个故事的了，它是非常有名的，它真正是在犹太教的核心，所以基督教的重点放在寻求智慧，在寻求生命一切之先。你在登山宝训中听见耶稣说，在人生里面我们一切所拥有的，以及衣服、食物等我们追求的东西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就是智慧和美善了，先求这些东西的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那是深深融入了在我们的信仰和犹太教中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故事。于是所罗门成为皇帝，他年轻，可能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岁左右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只是知道他相当之年轻。当然那时候是部落社会来的，族长普遍是年长的，那个是要面子的文化来的，所以你要经常尊重长老，新的王是一个年轻人，那是不利于他的。更差的就是他的父亲是大卫王，是那个大卫王。大卫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传奇，但是当所罗门继位，大卫已经死了，所以永远被传奇包围住。我意思是百姓很喜欢讲很多很多跟大卫有关的故事，例如是我们仍然经常挂在嘴边的大卫和哥利亚两队士兵交锋，这边有奥尼尔的巨大邪恶版本，有巨剑和海甲，他出来照着古老的传统，就是两雄对打，直至一方投降为止，来到代替两队士兵开战，所以他们骂阵同埋基潮同佢对阵嘅希伯来人，当然冇人嚟应战啦，因为佢一个巨人嚟啊嘛。然而大卫虽然只系个男仔，佢话：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嗰阵时哥利亚正在取笑佢，大卫冇铠甲同埋冇剑，佢只有一小块嘅皮革，亦都唔系真正嘅基然。你一定要使佢迅速转动。但是当那个人在讥笑他，大卫拿个石头跑近他，嘣，用基然揈出去，击中他前额，哥利亚就跌低。大卫跑过去，将他把刀从鞘中掹出来，手起刀落在他的颈项上面，拿住他的头，到处都是血，向非利士人展示，将他的头掟向他们，他们都逃跑了。这个是个了不起的故事，真是了不起，因为他只是个小孩来的，他就是这样开始。他就是这样开始，但是这个不是完结来，他有这些史诗式得胜的战争故事。当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捕，当扫罗在这里大解，他藏身在山洞里面，他割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角，他证明我本来可以杀你，但是我没有。他也都将伯利恒的水淋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就是征服耶路撒冷和将约柜接了入城，这一切是说明这个是所罗门要承继的人，他是新手，好像个细路，他的兄弟都想作王，而部族长老都不想他作王。在南面有埃及人，在北方就有亚述人，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帝国，他要带领这些百姓，他有最棘手的问题。所罗门作王之后第一件事做了什么？他集合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和百姓来一起敬拜，他们去到了基篇的幽坛，当时圣殿还未建造的，约柜在耶路撒冷，然而有铜坛在基篇的会幕里面，就是摩西在旷野漂流时用的会幕。他聚集了所有的人在那里献了一千祭牲给神。记住，对我们来说，祭物就是财富，它摆上了可以换取武器的，它摆上了食物，它实在摆上了很多财富，根据习俗将它放在木柴上面用火烧。它说：主啊，我们拥有的一切，
我哋拥有嘅一切系来自你，冇你我哋一无所有，有你我哋拥有一切，冇你我哋会被打败，有你我哋就会得胜。身为青年人非常之有智慧，喺佢统治之初，佢就话：神啊，我哋系你嘅百姓。冇任何事情发生，记载话佢讲咗一番说话，但系冇任何记载佢讲咗啲乜嘢，实在好似系一篇唔值得纪念嘅演说。你怀疑佢系咪搞到一团糟？佢有冇启发人心呢？冇记载嘅，只系提到佢讲咗一番说话，然后众人各自回家。喺嗰晚佢翻到去御用帐幕就寝。喺夜晚嘅一刻，神即系向所罗门一人显现。我想知道咁系会点呢？呢一啲古老嘅故事里面有好多被遗留嘅细节，但系都系因为以前犹太人要记住呢一啲故事，更多嘅细节就要记住更加多。佢系喺梦中向佢显现，喺房间里边向佢显现，咁系已经唔重要。但系神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佢讲：你要向我求什么？佢喺度讲乜嘢呢？世上任何嘅嘢，你要乜嘢呢？你要乜嘢？一样嘢，你要乜嘢？可以求任何嘅东西。试谂下，神如果今晚半夜两点向你显现，你间房充满咗光，我系开风扇瞓嘅吓，你嘅风扇停咗，呢度有冇风扇嘅拥护者啊？哦，真系好，我哋可以组成一个风扇俱乐部。任何时候当我见到冇发声响嘅风扇，我就会话：点解仲要买佢呢？好啦，冇咩嘅。于是神今晚喺你间房显现，佢望住你就话：詹、约翰、撒拉、米歇尔，你需要乜嘢？你要乜嘢？讲出嚟，你要乜嘢？我讲你知，我会讲乜嘢啊？主医治我嘅儿子。主，带更多嘅细路嚟到我哋嘅教会。主，俾我50名募捐者。我认为只有其中一件事发生，一切会更加美好，更加容易。咁会永远咁改变我嘅生命，我嘅教会生活，我嘅家庭。我一定会咁样讲。你以为所罗门比我面对嘅更加易处理？当然唔系啦。所罗门所面对的一些挑战，对任何皇帝来说都是最艰巨的。他手中有最燃眉之急的问题，是要即时解决。当神主动给予他任何东西，他要得到什么呢？智慧。他坐在床上面望着主，他说：赐我智慧聪明，使我可以带领你的百姓。神望住佢话：因为你心中最深的渴求，并非嗱呢个系我所喜爱嘅，就系神列出所罗门冇求佢可以得到嘅嘢。佢系咁样讲嘅：你没有求资财、丰富和尊荣，又不求长寿，或者我哋会话解决我哋健康问题，也不求灭绝恨你之人的性命。现在我要拉开一些来讲，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跟神在天堂彻底放松一日，并不是好像是透过电邮收到和分析所有的祷告事项，我估计有90%的祷告可以分为四类的。我要金钱，我要健康，我要你杀掉我的仇敌。我们面对这个挑战，主救我们脱离这些问题。神说你刻意没有求资财、丰富和尊荣，你冇求长寿同埋灭绝恨你之人嘅性命，因为我可以见到你心嘅最深之处。你完全定义系要智慧同埋聪明，我从来冇赐过别人，好似我赐俾你嘅智慧聪明嘅。于是佢就话：我亦都会赐你智财，我会赐俾你尊荣。他讲的第三件事附带一个警告：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，我亦都会赐你长寿。但是他没有说我会使你的仇敌丧命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。有可能是亚伯拉罕的祝福
我会祝福你，你会成为外邦人的祝福，你会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，每一个宗族、文化、语言，你会不会祝福他们呢？对不对？你会使他们幸福，帮助他们福杯满溢。你听过耶稣教导我们，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但我说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可能在当中大有智慧，得到的智慧是学习，每当你歼灭一个仇敌，经常另一个就会取而代之的。个智慧可能就是将仇敌变成朋友。可能这个就是所罗门学到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神没有应许所罗门的一件事。无论如何，我认为奇妙的是，就好像搅动了神的心，即使所罗门经历很多挑战，他没有要得到拯救，他要得到智慧。假如我们也都是这样，假如当我们经历逆境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安然度过，主啊，帮助我的财政问题，主啊，帮助我的工作问题，主啊，帮助我的健康问题。我们只是想说，赐我智慧，我只要智慧聪明，使我有好的生活和做一个好人。我相信这样是会搅动神的心，我相信神是很少收到这样的祷告的。我们就开始这样祷告吧。我们应该开始这样祷告吗？我们应该开始求神赐智慧吗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，都要认为是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遭受试炼是大喜乐啊？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生忍耐。要让忍耐，每个人说要让忍耐。这个是当可能背熟他的时候留意到的，那并不是你一定要做到的，你只是让它发生，要让它发生。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，使你们，这个是应许啊，第一个是完全。完全是有趣的，我可以保证没有人会祈求完全的。有多少人是祈求完全呢？我已经完全，我已经足够，我不需要了，不想要了，也都不需要。完全是智慧的一部分来的，所以这个是你成为完整应许的一部分。神会使你完整，最后一无所缺。你只要完整地一无所缺地生活，如果你能够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，然后他就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你要怎样啊？求神。谁求神智慧啊？所罗门。看看神怎样祝福他，神不单止赐他智慧，神赐他资财、丰富、权力、尊荣，还有40年有力的统治，他古稀之年才死。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智慧，我们应该求神。他说，那厚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。不斥责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多少罪恶亦都不要紧，你犯的错有多么愚昧，你有多么泥足深陷，你堕后有多少。如果你求智慧，他会非常高兴，他会厚厚地赐给你。所以祈求，还有看看他如何回应你的祷告。如果无论何时我们经历逆境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在这里赐我智慧和聪明，那会怎样啊？求神拯救是好的，圣经叫我们要为这些事祈求，但他也都告诉我们去求智慧，主啊，让这些事情改变我。那令我想起对基督徒生活非常重要的事，当我们不能够改变什么，我们求神改变我们。主啊，用这件事来改变我，用这件事来改变我。奇妙地，我见到在生命里面有很多次，当我尝试侍奉主，感觉到接二连三地失败，好像在逆流而上，原地踏步。当我回头看这些失败，大部分令我感到尴尬。我察觉神在我里面训练我，在我里面动了善功，预备我行各样的事。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我莫名其妙地进入了电视圈。我整个青年期都未想过有一日会是这样的。我记得当我18岁的时候，我被David Mings 邀请到 Hanover，
他是一个好人来的，在几年之前身故。他是一个拥有几个电视频道的牧者来的，有效地身为新闻报道员，我可以访问这些巨星和著名唱片骑师。我的报道在Expo 5000节目里面播出的，在不同国家都有相同的节目，我应邀参加。我对电视圈是一无所知的，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参与的，我还说当然我可以免费去德国。于是我对着摄影机讲话，如果你试过对着摄影机讲话，它会对你有影响的，是很难表达真的自己，很难自然地流露。我抵达了，尝试作简单介绍，要尝试很多次，整队摄影师围着我来看，我往往搞到很混乱，我块面严重的暗疮令到事情更加之差，在画面上是显得更加突出的，整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没面子。我甚至记得整个制作团队去了吃午饭，因为我用了太长的时间，是真的。我在想不要紧，我觉得没人愿意跟我合作，理应是这样的，我表现这么差，但是我不能够一走了之的，不能够逃走，不能够离开。经过一段日子，我学习怎样对着摄影机讲嘢。经过几个月的磨练，度过了这些困境，就是这个用词每天难堪的过程。着衫、冲凉、抹干净前额，怀疑我今日可不可以支撑下去。好多年之后，我哋被邀请上学习频道做一个名叫 Messengers 的节目，是这个频道最热门的节目嚟嘅。我被邀请做评判。我哋正在人生的交叉点，不知道下一步要做啲乜嘢。突然间，我被邀请去评审别人的演说。我曾经研读宗教和哲学，他们认为我是个好人选，于是我经常出现在电视里面。这个是个很受欢迎的节目来的。其中一个重点是我遇到 Dan Rather 和其他的名人。你记不记得 Dan Rather？ 无论如何，我我想这些就是我要的东西，他给我丰厚的薪金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的，这些是我要做的事情，我会成为电视红人。你有没有听过 The Messengers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其实收视都不是太差的，但是也不够好，以至可以到过2007年。那时候一切都在这里经历大整顿，所以电视台没有让这个节目继续下去，虽然那个是个好节目，对我来说是个低潮来的，是另一个失败和困境，在这些我视为奇耻大辱的失败里面，我见到神为这些事在这里预备我。我从来不会开始一个电视事工的，我从未想过电视和直播，对在家中的你有奇妙的影响。在这里有些人不会明白这样对全球的人是有影响的，他实在是改变生命。我感谢神，他锻炼我。我在，以前，而不是现在经历，严峻的过程，我来的时候并不是全备的，但是就有足够的准备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了。智慧是来自我们面对的困难、挑战和经过的苦难，来自我们尴尬的错误。你在熟能生巧之前必先要犯错累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很多时我们没想到，很多我们宁愿，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可能是让我们更加之有智慧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这里经历着什么，我要鼓励你祈求神的拯救，祈求神的帮助，祂会帮助你，带你安然度过。但首先你要求智慧，这样就会讨神的喜悦，祂会口口地赐给你。所以主，我们奉耶稣圣名祈求天父，在未来日子我们要经历所有的试炼、困难和其余的一切，可能我们为此忧虑或者紧张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智慧，赐我们一切所需去为你得胜，奉你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你有美好的一日，好高兴你同我哋一齐敬拜，祈求你的日子充满喜乐同埋活力。而家愿主赐福你，保守你，愿主用念光照你，赐恩俾你，愿主向你仰念，赐你平安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，阿门。请下星期再次收睇肖伟柏牧师要带俾你盼望嘅信息，权能时间。肖伟柏牧师好想听到你嘅分享，请写信俾我哋。直至下星期，请记住，让你嘅盼望而唔系伤痛嚟塑造你嘅未来。多谢你收睇权能时间同埋对我哋嘅支持。喺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，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今日肖伟柏牧师鼓励我哋化困难为机遇。他教导我哋，事实上每一次的损失和考验都是通往神祝福的途径。即使我哋处于困境或者是苦痛当中，向神祈求智慧和知识，他是会带领我哋度过。所以不要错过任何机会，在经历苦难里面领受祝福。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年，老年生盼望。当我们经历困难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化恶为善。肖伟柏牧师用了所罗门王的例子来到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求神赐我们智慧和知识。当我们以毅力去坚忍，我们的人生就将会更新，更像主耶稣。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所罗门王向神寻求知识，神不单止赐给他智慧，神亦都赐给所罗门王财富、资产、权力、荣耀和成熟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学习所罗门王寻求神的智慧和知识，神的祝福就会随之而来。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年，老年生盼望。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，你亦都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是 www.hourofpower.org。 多谢你收看，神爱你，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。